没有竞争过瑞奇这个东西啊，也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，知道吗？这事儿可以，这料绝对可以报，这我对这个东西可以报吗？这绝对可以说的，绝对可以说。我说就是可以。他要的太少了。对，这个东西，他要的太少了是一个原因，就是你可以站在俱乐部的角度上去考虑这个问题，因为 V 五它本身这个赛季它的投入不是特别大，然后所以说，其实选手薪资这个方面是特别重要，然后瑞奇可能他不是可能，就是他真的要的太少了。我要的绝对不多，我只能说我要的绝对不多，但是他要的真的太少了，就是少到也许你都不能理解。而且还有一点，威武的教练是 Duke，懂吧？韩国教练肯定想培养韩国上单呀，这个是很简单的，这个是能理解的。能问你后悔离开京东吗？他就不是自己想离开京东的，好吧？他就不是自己想离开京东，你们都说他后悔离开京东。后悔离不离开京东，就这个东西也不，主要就是你说牙膏想不想离开京东，像爱笑想不想离开京东，这个东西，哎，不好说。你这个东西也没什么好说的，说实话。Duke 为什么不想培养我吗？Duke 如果 Duke 不想培养我，他让我去试训，让我就是问我这些干嘛呢？这个东西肯定是有意向的呀。因为 Duke 毕竟也是跟我老对手了嘛，当年打 IG 打了这么多把，然后当年打 IG 的时候打 Duke 其实胜率还是可以的，但他都当教练了。对，但然后那 Duke 肯定，我也记得宝蓝也是跟我说过的，就是那几年，就是几年前嘛，就打 Duke 的那段时间，IG 教练问 LPL 上单谁打的比较好的时候，Duke 就是说的，这么打的比较好。这个我是绝对不尬，我不尬吹啊，这个是真材实料的。